冯绍峰与赵丽颖官宣结婚后，夫妻二人一举一动广受关注。先有网友偶遇两人现身平谷金海湖，赵丽颖穿厚厚的羽绒服包裹严严实实，冯绍峰戴着帽子超低调，二人一路牵手狂撒狗粮。但是网友却被赵丽颖的肚子吸引了注意力，纷纷疑问是怀孕了吗？在此新闻之后，冯绍峰换上了4年前的头像也引起关注，他抱着小狼崽眼神温柔宠溺，颇有奶爸的风范。同款头像冯绍峰曾于2014年10月换过，网友疑问这是暗示赵丽颖怀孕了吗？